今天你们城市下雪了吗？这或许是本周伊始最频繁的一个问候语了。没错，受多场冬季风暴的影响，美国及加拿大全国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都迎来了2024年的第一场雪。说起这场雪，的确来得猛烈了些，导致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天气警报之下，而加拿大也有多个中东部地区迎来了分分钟把人速冻的气温。恶劣天气不然导致灾难性的交通，几千架航班取消，各城市主要高速公路的连环车祸事故也是频频发生。在过去的24小时中，美国东北地区的降雨降雪一直持续，除此之外，暴风雪和阵风还给美国中西部北部造成了白蒙天的状况。爱荷华州的德梅因遭遇了9英寸降雪，位于一州东部的达文波特遭遇了15英寸的降雪。除了总降雪量外，时速超过45英里的阵风还导致出行条件恶劣。今天凌晨，纽约市及三州地区将迎来又一场风暴，因气温低于冰点，这次可能形成可测量的积雪，最高可能达3英寸，从而打破700天来一天内积雪不足1英寸的记录。目前三州地区已发布了暴风雪预警，从周一晚上开始持续至周二下午。根据天气预报，本周开始气温大幅下降，接下来10天大部分时间气温将低于冰点，纽约地区可能打破记录，看到高达3英寸的积雪。而近几年来频繁遭遇雪灾的德州地区也没有逃过本次冬季风暴的侵袭，达拉斯大都市圈昨日低温一举打破了历史记录。沃斯堡国家气象局分别向达拉斯、沃斯堡及周边地区发布了严寒警告，直至周一上午10点和中午，风寒警告也将持续到周二中午。根据气象数据，周日 DFW 机场的最高气温为22华氏度，约-5.56摄氏度，这是该地区自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气温记录，上一次记录是1917年创下的23华氏度。休斯顿的大雪也不亚于达拉斯，由于大雪突降，驾驶条件变得恶劣，休斯顿洲际公路上发生了多起事故，其中一辆18轮卡车直接侧翻。目前I-10高速路东行和西行将被关闭。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美范围内的降雪给美国的航空业带来严重影响。据 FlightAware 称，截止至美国周一上午10点，由于极端寒冷的天气的影响，约有1670架航班被取消，2126架航班延误，这两个数字可能会在全天继续增加。就拿达拉斯 DFW 国际机场为例，出发的航班约有 11% 被延误，5% 被取消。当然，机场也在积极应对，正在加班加点为飞机储冰，保证结冰天气期间的正常运营。除了交通受影响外，停电也是暴风雪经常带来的副作用。据 POWERROUTAGE.US 的不完全统计，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佛蒙特州、维州、西维州和威斯康星州等9个州有超过 44.2 万名客户断电，其中密歇根州的停电数量最多，超过 18.6 万户，其次是威斯康星州，停电户数超过 9.5 万。而曾在2021年遭遇雪灾的德州，在本次暴风雪侵袭之时也算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不过当地的电力供应商依旧表示大约1万名客户断电，不过已经有超过一半恢复供电，目前仍有4300名家庭没有电力可用。我们再来看看比美国更北的加拿大，前几日还有加拿大小伙伴在感慨今年将是个暖冬，结果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打脸。据很可靠的天气预报预测，由于一股极低漩涡攻击，本周多伦多将进入极寒天气，连续一周体感温度都在-20度左右，等到周末才会有些微的回暖。气象专家提醒，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有中度湿温冻伤风险。多伦多今天的最高气温为-9度，但其实整日都会感觉更冷，像-17度。周二有阵雪，最高温度接近-8度，整周的气温将在-10度左右，白天稍微暖和，晚上更冷。目前多伦多已经开设了4个避寒中心，提供休息空间、餐饮、洗手间和紧急住房。预计一波严寒的空气将在1月底和2月初再度侵袭。目前多伦多所在的安省已发布了多个暴风雪警告，气象网表示，在受影响的地区请做好出行延误的准备，在暴风雪来临时，天气状况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从晴朗变成近乎白茫茫一片。由于能见度降低，积雪迅速堆积，可能使一些地区的出行条件变得十分危险。而在加拿大西部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近日向艾伯塔省、
萨斯喀彻温省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发出极端寒冷的警报，居民用电增加，电网压力加大。早在1月13日，艾伯塔省便预先发布电力供应紧张的警报，要求居民尽量减少用电。俗话说瑞雪兆丰年，依照美加这场雪的来势，看来2024年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大丰收。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